每日一词第二季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潇的每日一词时间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和我开始今天的学习。今日热词：氪金。氪金作为网络游戏用语，原写为氪金，氪是交的意思，氪金就是充值现金的意思。在网络游戏世界里有很多氪金玩家，氪金玩家指在网络游戏里花钱充值给游戏运营方的玩家，是游戏行业里一种流行的说法。你玩网络游戏吗？你氪过金吗？明天见，拜拜。